接下来为您介绍麦当劳最时尚的一面。麦当劳旗舰店使用香港设计师 Nelson Chow 利落大方的 Alphabet 设计风格，全新制服则邀请知名设计师方国强设计操刀。要开始喽！管理组制服给人稳重的感觉，给我放开他的领带，搭配上优雅的领巾与领带，在时尚中衬出可靠的信赖感。壮士的黄色细车线与沉稳的衬衫相互呼应，专业与企业形象的结合。款待大叔的粉红色衬衫既温柔又亲切，桃红色的车线扯出利落的活泼感，搭配上典雅的领巾与领带，亲和又不失专业，给顾客像家人一般的亲切，就像是在家用餐一样。惠梦一笑百媚生。服务员 Polo 衫款式的制服搭配特殊剪裁的五片帽，是最经典的美式风格。Polo 衫的设计源自于网球运动，因此在工作时既灵活又舒适，专业中同时又带有朝气与活力。外送员制服使用极佳的透气布料，在工作中也能自在舒爽。红与灰的撞色设计带出外送员的热情与活力，陪伴你每一个欢聚时刻。马咖啡的咖啡师身穿深灰色五分袖衬衫与围裙，确保制作咖啡时的卫生与工作安全。头上的 Gatsby 帽早期作为青年绅士的最爱，独特的气质曾在时尚圈刮起一阵旋风，让整体穿搭具有稳重、专业与细腻的气质。名牌上的星级认证更是记载了每位咖啡师的努力成就。服务是我们的荣幸，刚刚你所看到的是我们全新的制服跟全新的装潢，还想看更多的话可以点选下面的连结哦。